卡莎，既然因两个互相溺爱，敢若欠一个冥婚，我就先转院啦。等伊拉进前，我先搬转去后头厝住，较袂歹看面。卡莎，身体保重。即马多少家的人是静惠，阿唔是？阿静惠巴肚内面的孙，阿妈妈想伊倒下来，对无？那呢，卡桑、明宏、甲我三个人伫遮，大家咧相处起来，加较无欢喜啦。卡桑。阿香娘啊，你哪还袂睏啊？睏，是了我走去，还阁睏会去啊？你是讲客个？啊，无你是鬼个无？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卡莎，你甲讲个呀？啊，客个安怎讲？伊坚持要离言啦，无好我看看了，等伊老头出来。人讲吼，娶某无用一天，啊，若娶细伊哦，都无用一世人。你当作每一个查甫人做好命，有通有大某细伊哦？你家己做得来的啦，死好啦！我跟你讲哦，客户吼，我是无可能会走的。啊，这个家哦，那一定要有一个人走哦，就是你啦！换你帮我看看了，啊，死出去！卡莎。你甲你个查某讲，莫我阮差像我命，到底是安怎？鬼原谅倒个呀？我到底有囡仔，你对囡仔无好嘞？是我身上干哪份的啦？代志明仔再讲。想深深。